Hello， 大家好呀、今天小助理又双若浊来给 Jenny 哥发货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Jenny 哥的货。修得共枕眠，若是千年年月永葬安魂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若是千年年月永葬安魂，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再给 Jenny 哥打包。Jenny 哥，现在你的货已经打包好了，我准备去寄快递啦。稍等一下。此处插播一条昨天漏发的视频，庆哥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把你的原石漏发了，现在我补发过去。快递员送过去。Jenny 哥，现在你的货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记得通知我，还要给我点赞。各位哥哥姐姐，如果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，如果有看看喜欢的，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